他的，就是我粉丝给我寄了个锅，有个粉丝说我的这个锅不是很好用，然后就给我寄了一个锅，这个锅有点神奇啊，给你们看看啊，看，它这个好倒出来了，这个锅，我等会儿去开一下锅，我的小车，我的锅，然后粉丝寄的锅，把这个开锅了，看一下好不好用，它比我这个锅会重一点。好了，我要出发了，拜拜，我要去摆摊的地方了。不会寸，你可以过来尝一下，味道肯定不是我说了算，但是如果你不是太刁钻的话，我觉得你吃了一次会来第二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欢迎大家，没有亮粉丝灯牌的可以亮个粉丝灯牌。196份，是196块钱，哪有196份啊，要我都疯了，炒疯了。对，你们不要就是用反战的去了解我这个人。谢谢谢谢那个，谢谢送的旅行车，谢谢大哥送旅行车，谢谢榜一大哥。就是不要反战的了解我，你可以就是跟我这个人可以看我直播久了，这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不上学吗？上学的现在放假了，都暑假了，寒假了，还上学吗？都过年了。好像雨小了。吃点什么？炒个饭吧。炒个饭好。这锅有点厚，所以热的时间有点久。那我再加炒个蛋。好。吃饭是吧？好。对。you